大家好，欢迎收看2020年1月1号元旦第一天的大台东地方新闻，我是方家伟。2019年末，台东县政府的跨年活动重新拉回到海滨公园来办理，邀请到男神也是台东子弟的柯友伦、邓福如、邵雨薇、凯乐、蔡明佑等卡司接力欢唱，陪伴现场的3万人来迎接新年。台东县长饶庆麟和议长吴秀华以及多位议员都到场，和民众一起来倒数迎新年，共同欣赏盛大的烟火秀。2020来临的那一刻，盛大的跨年烟火秀点亮台东海滨公园夜空，现场3万民众看得目不转睛，台上卡司也纷纷与县长饶庆麟进行合影，为精彩的一刻留下纪念。2019台东跨年晚会，县府邀请到男神柯友伦、蔡明佑、女神邓福如、邵雨薇、凯乐等众多卡司接力开唱，一首首经典曲目更是嗨翻台上民众。2019年末最后一首曲目表演完毕，县长饶庆麟在台东子弟柯友伦陪同下走上主舞台，和议长吴秀华、市长张国洲及与会嘉宾分别献上新年祝福。县长同时也向女性朋友致敬，并表示将持续尽心为民众带来跨年活动。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的另外一半男生们，让我们一起让台湾的明天会更好，谢谢你们。把这样子的一个晚会呢，献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和在台湾认真努力工作的女性们。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从各地过来，来到台东参加跨年晚会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，也给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大的鼓励。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跨年做好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台东，来支持我们音乐的新力量。那非常开心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在台东的舞台上面，然后唱歌给我的家人听，所以呢，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对啊，而且是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明年就是2020年，所以Happy New Year。跨年活动暌违三年，重返海滨公园，民众纷纷对开阔的场域、卡司阵容以及盛大的烟火秀表达高度肯定。因为有人唱更好听，这里比较好，地比较大，这里比较好，因为这边比较空旷吧，这里空气比较新鲜，对，空气新鲜，很漂亮，有，我有吓到。对，因为很精彩啊，就没有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多，很美，超久，我的手都超酸。108年台东县岁末系列活动现实动态2020跨年夜音乐会，在海滨公园整夜的精彩演出与近距离的璀璨烟火秀中，让民众留下一个难忘的跨年夜。新年快乐！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。